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主席，副主席廖美华副主席，顾问主席、副主席，中华会馆的顾问，我就帮大家辛苦了。庆典同时呢个演出。同時得到阿洪姐咧發揚我哋中華文化，個粵曲永遠存在。凱旋音樂社成立到在42周年，我哋每一年都係演出一次或者兩次。我哋海旋音樂社的工作人員咧都係好深嘅資歷。咁啊，大家。